五星级饭店的 buffet 被包了场，会这么大手笔，原来是碰上了萧淑慎跟老公梁玄安庆祝交往五周年、结婚四周年。这场餐会同时也是两人开设的娱乐公司小尾牙，旗下网红们也都有出席。身为老板的梁玄安整场就像陀螺一样，在场内忙得团团转，跟大家合照聊天，刮干净。不过到了续摊的时候，梁玄安似乎喝得有点开心，在 KTV 外跟朋友抽烟聊天，与自家网红的距离也越靠越近喽。瞬间勾住间耳边悄悄话：今天不是跟老婆萧淑慎的结婚纪念日吗？不好好陪老婆，这样 OK 吗？更别说，夜越深问题也越多，明明大家都还在续摊，萧淑慎似乎就耐不住性子决定先走人。在街边，夫妻两人的表情是越讲越严肃，似乎发生了些小争执。梁玄安送走萧淑慎似乎就自由解放了，跟网红于曼曼聊天就算了，还在香肠摊前上演喂食秀，这真的是幸好老婆不在现场，要不然这结婚四周年会不会有第五年啊？恐怕就待观察了。